然后它的蛹很漂亮哈，这个我们没有帮它上色哦，这是它原本的颜色，就是可以摘下来吗？色的，它这样它就没有办法成为蝴蝶。你看这软，它里面是毛毛虫土变成这样子的，对，它是由毛毛虫，然后再去结成这个金色的蛹哈。它什么时候会出来？还有一只小毛毛虫。它一般它结成蛹之后，大概是7到14天。它就会成蝴蝶，7到14天。然后这个好是蝴蝶妈妈，蝴蝶妈妈。对，它再回来产卵。你看它把屁股勾起来，往叶子这样子点。哦，对，它屁股在产卵。会抓它，会抓它。它屁股在点点一下，点一下，这样产卵。对，妈妈，怎么看得出来公的母的？公的母的话，它每种妈妈可以摘下来蛹吗？蛹我可以摘下来。什么蛹不可以摘哦，要不然它就没办法变蝴蝶了。看吧，这是它小时候，然后刚刚那个就是它结成蛹了，就是也是绿色的。它这长大也是变成绿色蝴蝶哦。看这里很可爱。这里有一只。看，你看它有一点听到我们的声音有吓到，它就会把自己身体拱起来。哦。有警觉，像模仿那个小蛇嘛。你看它把头这样拱起来。哦，这里好多，你看这里很多。对啊，绿斑凤蝶。这里也是，真可爱哈。对啊，小小只的很可爱，就不会像我们一般野外看毛毛虫口味掉的水果哈。我们用坏掉的那个香肠，那这是香蕉，它是爱吃坏掉水果的蝴蝶。其他蝴蝶的话，还是以吸食花蜜为主食哦。只有盔蝶它比较爱吃坏掉的水果，所以它比较吃。最一开始看的那个嘛，这边的是比较小只的啦。刚刚前面的它有比较大只一点。哇，这只毛毛虫好会动哦。然后像这边它有产卵，卵在这里，白色的，白色的这个小小的这个都是。我有找过卵。小小的，也不好。大白斑蝶在产卵，它都没有。还有它的尾巴弓起来在产卵。大白斑蝶的话是看大小只，比较大只的是母的，然后比较小只的是公的，然后这个，对，紫斑蝶它没有上电视哦。它是会迁徙的蝴蝶哦，它们是来自北部那边的蝴蝶，冬天会从北部迁移到高雄那边过冬，就是它走高速公路。像它这个哈，它如果求偶它愿意的话，它会找比较平坦的地方停下来，蝴蝶会把屁股翘高高哦，表示它接受。然后如果它不接受，它会一直跑给它追，就像现在它不愿意，所以它不会随便哦，它会挑它自己喜欢的哦，它才愿意哦。他如果不喜欢他，他再怎么追他，他都不要哦。他会很快给他追，让他追。这根黑色很漂亮的。嗯哼。听起来看，女生会带着男生跑吗？遇到危险的话。是女生哦，这个无尾凤蝶。无尾凤蝶，他小时候是吃那种柑橘类的叶子哦。哇。弟弟，这只蝴蝶妈妈在产卵，这是他喜欢吃的。叶子，所以大白斑蝶的毛毛虫都在这里吃叶子。我看它怎么产卵，屁股会点一下叶子，然后就生了一颗卵哦。它现在在休息。树叶虫比较可爱，树叶虫就没什么杀伤力。树叶虫叶修，对，又叫叶修。哇，树叶虫的颜色有的比较黄，比较绿，还有黄褐色的。这一只是小 baby 哦，跟我的。它小时候脚受伤了，长大颜色不一样，长大是绿色的。然后把小只的放回去，你的。叫绿叫，小心。因为它长得像绿色的，它放不回去了。那你拿给叔叔看，大家怎么把它分开？也会翘起来哦。哎，这一只在垫垫哦。哇，这一只是什么啊？哪一只？你是在手上这一只是什么？有两只。我这一只是绿胶竹节虫。绿胶竹节虫。绿色辣椒，你要抓这里吗？还是你要直接放手上？啊。如果你不喜欢抓那里，你就直接放你手上。哇，那你放你手上。长得像绿色辣椒的竹节虫哈，西班牙的。嗯，小红色还是红色的，小小的。它会飞哦？没办法飞啊，翅膀太小了。哦。妈妈白天都在睡觉，晚上活动力很好。弟弟。哇塞，好长哦，它的脚没有钩子。哦、脚长的哈、哦。这种竹节虫的形态跟台湾的常见的竹节虫是蛮像的，
都像枯树枝，大部分雀巢也都长得像枯树枝哦。那它产地是在泰国。泰国。小红翅竹节虫。小红翅竹节虫。有没有像竹子？有。它可以长到20多公分，25公分有哦。超大。大只。那它前面的脚都有受伤。为什么？它有时候蜕皮容易失败。哎，容易卡关啊！哈，那之前的皮啊，退掉的时候，它前面的脚没有成功。小 baby， 啊，那绿绿的，陈总是褐色、咖啡色，有没有看到翅膀？哦，很大，翅膀够大，它可以飞哦。我们叫它飞竹节虫，又叫黏杆竹节虫。这小 baby 太小只了，很伤感。这它的卵，对，那它无线机仔没有公的，都母的，我们自己繁殖就可以喽。哎，那它本身散发的中药的味道是人参的味道。有哎。人参的味道，因为味道现在不是很浓啊，哦，还是有，因为我们常抓它的那个味道变得比较淡一点。嗯，它的味道这一只吃也是不浓，这一只比较有。步道啊，小朋友有时候发现它会抓来玩，啊，在蝴蝶园里面不受欢迎哈，因为它会攻击我们的蝴蝶。啊，它在网子上面啊，它就直接这样上去哈，就吃得到我们的蝴蝶。那这是。螳螂母的大公的小交配啊，母螳螂肚子饿，它就有可能把靠近的公螳螂吃掉了，它会抓人哦。对，它比较不适合小朋友放手上。嗯，蜘蛛。对，蜘蛛不算昆虫，它一共用到八只步足，哦，我们叫蜘蛛纲、蛛形纲，这宠物蜘蛛啦。这种其实它是比较温驯，读书说小朋友拿来当宠物在把玩的。蜘蛛蝎子不算昆虫，因为它有八只脚。哎，合起来了哈。它是亚洲雨林蝎，虫虫是蟑螂，它吃蟑螂，蟑螂给它吃。这边还有大蟑螂哦，马来西亚最小的大蝎子。我们电影常常用它来吓的，一大群一整群干净的蟑螂，这还有人炸来吃。这什么蟑螂？对，那我们喂它吃饲料，哈，果饲料那一类的。它原本生活在朽木里面，哦，现在有人推广昆虫美食，这也是其中一样。那是战神大兜虫，哇，它力气好大哦。大冬虫，可以摸摸它，嘿，他们喜欢吃水果酥蛹，因为它是昆虫专用的果，看到的，啊，就抓来玩的。台湾独角仙，嗯，那他们小时候都是鸡母虫，照顾好就变成大型的个体。这个是乌干达的小金龟，小金龟，小的金龟子，没有暗黑扁超金龟哦，是泰国的哦。不会啦，长锹形虫。这里还要长，这是那个鬼燕敲形虫，是我们团最大级的敲形虫。鬼燕，是像很亮，真的很亮。是什么声音？那个鹦鹉在叫，那个